好好的。这次你是不是想吃道具？哦，为什么在吃零食？再来一遍吧，来走内径啊，走内径。你为什么在吃零食？我呀，我以为是土豆呢。果盘。弟弟，你是不是想吃道具？冷冰冰的不是很想吃。什么是烤好的？哪个是烤好的？快告我姐，哪个是烤好的？哎，加油！味道好吃，但是难吃的。好的，感谢观众朋友的点歌，是一首《曾经的你》，送给在场所有的朋友们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怎么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竟然有人在唱林俊杰。洒脱，若那天改变了不知不觉，不想继续退步。可当初的你，现在我站住了。